太厉害了，哇，不用讲稿的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声音又好听，哎，你太太的那个声音真好听。上车，上车，这是北山，要带你们去南山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播音的机会，你的真的好棒，对不对？哎，带你们去南山，北山播完了去南山，噔噔噔噔。通通都进去了，妈妈，啊，不行！通通都进去了。我里面人，我们的警察那就是骗人。当然要骗你啊，不骗你怎么会？对不对？我骗你不是人。我知道你是骗我。我骗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，我骗你，你不是人。我骗你不是人。等等等等。洋楼，哎、欸，洋楼，看到吗？知道古什么？古宁头金丝，就是以前看我公园。哎、欸，角度对吗？等等等，盖个洋楼起来。来，讨厌。哎，在这里。去看鸟好吧，鸟的生态在这里，鸟的生态。金门有200多种鸟，哎，哇！哦，有在楼底下，那个不是楼底下，那是茶叶蛋。哎，这是介绍金门的那个岩石地形。金门就是这个地形。对，然后是空拍图，然后呢？金门的那个土质啊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我们还没去拍这个呢，它土质的，每个土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土质哈，哎，很有意思哦，这个，呵呵，这个种植物很厉害，它可以，对，你看，海风吹它也无所谓，然后。来到这一区，他介绍是各种鸟，他的机器有没有坏掉？他本来你在这里，他鸟的叫声就会出来，有没有修好？还没修好。本来他还放一个鸟的标本，啊，杜鹃鸟，好像应该有声音吧？我看是有感应到，为什么没有鸟叫声？哦，有鸟叫声，有没有？很小声啊。那个就是感知器，那一靠过去，一靠过去会亮哦。来，叫吧，叫，我叫你叫，叫，有了有了，这么小声哪听得到？这个就这种鸟。
这个弄这样是正确的啊、哦，哎。然后喜鹊就很多，蛮大一只的，这么大一只。那你干嘛呢？喜鹊。喜鹊就是这种声音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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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是这种鸟叫，这种鸟很漂亮。它弄成这么暗，弄这么暗怎么好玩？这个就很多了，一次好几万只哦。哎，哇，大军，那个要从十一月底开始。就开始大军哦，我们都去看这个，哇，飞飞飞，飞好飞飞飞，哦，就这样啊，去看就变这样啊，我们待会会经过那个地方，就是这样，一次飞好像轰炸机一样，这看得很精彩，那要从十一月底一直到三月，就可以看到这个，好，好精彩啊，哎。他成小队哦，哇！我们说飞机轰炸机来了，然后又很大一只，这样飞过去，哇，好过瘾哎！而且一直飞，然后在那边可以看一个钟头，哇！然后他们到了栖息地就这样，这么多只在那，然后连那个叶子都变白色，好玩好玩。好，左边往这边下，好嘞，往这边来。下来一把，下来一把，叭叭叭！一啊一啊啊啊一一啊啊啊啊！这个念什么？一个学下面一个鱼念后。这种鱼又叫夫妻鱼，都一对的，雄雌一对跟在一块叫后。它的血可以当血清，所以，嗯，是非常好的生物。它的血可以当做一个检验的一个标的物，所以他们就抽他们的血，抽完之后再把它放回去，还不会死。嗯，我们那边有一道菜，就是把它那个肉啊挖出来，对，然后炒完呢，对，再用它做壳当壳，哦，当盘子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哦，你看，都是这样，两只在一块了。嗯，都是两只两只在一块了，所以叫夫妻鱼。嗯。两只两只在一块的。对，他们有两只两。真的是因为夫妻吗？是啊，都一对的，他都一对一对的。哦，这是海边会看到的。嗯，所以都喜欢看。然后这就是我们昨天讲那个大老鼠啊，我们昨天路过的那个水塔，嗯，哦，他讲这里空气好才有保全的。对，那边因为人少，人少，然后有水，真的像老鼠。游泳游好了。很厉害，是很会游的。但没有水也没有。要有水。他讲金门这里没有水的话，他不来了，他不在那边生了。他水金门这里没几个人，他讲。哎，没剩几只啊，但是有，欸、有水獭。他有的爬出来去吃，被车压到，对。晚上，哎，大老鼠跑出来，等等等。哦，很好玩的。来看这个生态池，他故意弄这样的。来，还有鱼哦，鱼有没有出来？鱼都休息了，本来这边都会有鱼。嗯，这个是一个莲花池，现在莲花已经，凋谢了，哎、嗯。鱼已经太冷了。哎、嗯。本来会有鱼在那边跟你偷笑，哎、嗯，然后莲花开。浮在水下面。哎、嗯，这很好，这样设计很好，只是说这个没有刮干净，它这个应该要一个，它应该用一道这个东西才可以刮干净的。用吸铁的这个，就很多小朋友会主动来帮他、哦，所以这加一点科技的东西，就变成卖点。很多小朋友在帮忙清玻璃，拉拉。以为这个脏，其实是外面脏。外面脏，哎，
它其实是很简单的原理，它只要弄个轨道，然后吸铁，那就 固定在这里，也拿不走，不会破坏掉，然后小朋友就会来清，然后这玻璃就干净。对。有乌龟鱼，还有那个小鱼儿，水还有水竹，这叫水竹植物。哪里见过这个植物？水竹，我根本没见过。这是植物，这不是肉啊！你不要看成像什么。很有意思哦。你看到没？它是长在这上面的。种子有毛絮，成熟后随风飘荡。今年这次玩回去，现在是做完了。靠水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然后带我们去看那个和平公园里面就会摆这个，它是把石头故意插在海里，一个一个插上去，然后就是要让这些海蚵啊生在石头上面，然后到时候采收再去把那石头把它戳下来，哎，聪明哦。然后这种鸟叫戴胜，这种鸟很有意思，在我们家那边会常常出现那种鸟。很像那个啄木鸟，这种叫戴胜鸟，它有个特色，它在飞的时候，它都是飞三四下，然后就滑行，飞三四下滑行，它的翅膀不会一直拍哦。那个就是戴胜鸟。不是这个，不是戴胜。这个没有，这都不是戴胜啊，这个是戴胜，在我们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后山场会。发现这种鸟，它吃虫。翻译，你没发现？这是在土洞里面的。哎，对，这个待会也会去看，它的窝就这样，这里有影片。看到没？哎，它的窝在这里。哎，这个影片很棒，真的。它最窝就在这里。吃什么？这个鸟。要吃虫的。吃虫的。这鸟叫什么鸟？叫什么？丽猴风蝠。栗猴风蝠，为什么叫栗猴？它猴是这里啊，很像栗子的颜色。你看它开的。你看啊、哦，整个海滩哦，这都是哎，都是它的那个窝。哦。一个洞一个洞在当窝。这个在慈湖，不是慈湖，那个对，也算慈湖，慈湾的另一边，在三角堡那里，在三角堡那边。OK， 走。带你去，带你去。喜欢闻茶叶蛋的味道，就这边。双旅湿地，按赞、拍照、上传、晒图、发朋友，免费发送限定版啊、哦！发这个 ，Thank you。哦，这谁的？这温人客，哎，门来。看这个，来一人一只，把它托运起来。哦，一人一只托运起来。托来来来。用纸，用毛，用铅笔，刷刷刷，这样子，来这样，刷刷刷。画完了之后再撕掉。干嘛？撕掉？不要撕下来。哇，这样子，这样怎么办？他会这样子的吧？好，你还是放好，你不要折的。来，从第一张开始。这样子啊。来这样哦，放这样。好，你这样可以，可以。来，你这样，这样，这样来，我教你们哦。哎，对，像小鬼这样。像小龟这样，看到吗？你真的出来？对，拖出来。啊，你只要扶住了，不能滑动了，纸不能再动了。因为两个纸就放在一个位置之后就不动了嘛。哦，难怪，才会有这个味道。茶叶蛋，一条根叫蛋蛋。手扶的。加一条根的。加一条根的，难怪，对，当地草药，一条根的草药。好了，哇，你好棒！好了，你看。
害呀、啊！不拉你啊！加搞加搞！加搞！每个人都来一支，刷刷刷刷刷。哇，这个是彩色的嘞啊，厉害厉害！彩色有蓝色，有橘色。这个一定是很活泼的，才会弄放彩色，对不对？哇，出来了！好，拿去给妈妈看。太厉害了！啊，你的嘞？出来的，出现了没？看到没？好，这个麻子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小葵，你的呢？哇！哇！还有刺呢，立猴、封猴哎，都出来了。哇！有刺喽，有刺喽，如此喽。再弄弄看，弄深一点，再弄深一点，再嗯嗯嗯嗯。还没有啊，再来。只有这时候最乖了，最听话了。其他都不要不要，这次是要我要要。把那个字要把它拿出来。搓搓搓。搓搓搓搓搓搓出来，来换你。小葵换这一只。哦。哇，你这一只。最厉害啊！啊。它这个速度最快的。这是最快的。好了，你要换这只。你看像小葵。哦哦哦哦！哇哇哇！差一点点！哎呀哎呀！哎，抓到了抓到了！厉害！你叫小葵啊？小葵有艺术天分。小葵要这样，来小葵。小葵太厉害了。你画完了，你画完了就好了。其实妹妹有可能。对，这妹妹好厉害啊！嗯。你看他有艺术天分的。我天，他对啊，他就这样一直弄一弄。你最喜欢有艺术天分的哦。对。好啦。因为我也喜欢画画。你也喜欢这样。对。哇哇哇！厉害！耶！鼓掌鼓掌。太好了。太厉害了。好吧。哎，让金门有钱赚。哎，对，货出得去，钱进得来。嗯，这韩国瑜讲的这个口号很好用，这蛋出得去，钱进得来。一个人吃四个吗？来吃个点心。对，当当当，好玩好玩。夏天的话，那个莲藕长出来，然后鱼就跑来，很奇怪，那个鱼都跟那个莲藕是共生的。它长得多，它就长得多。现在就没什么鱼。没有，现在就没什么。谁？我们这边住多久？住一会就好了。一会就可以了。就你们喜欢什么时候走就走了。这就是刚刚介绍的鸟。我们就是12点以后要去建功屿，因为那时候好像退潮了。然后建功屿完就要送你们去码头啦。因为建功屿那边就可以走海滩哦，退潮。啦啦啦啦啦，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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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条根蛋，一条根蛋。不说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对，只有金门可以用一条根煮蛋给你吃，其他地方没有。噔噔，就这样空，先敲敲敲，先这样子，哪边酸痛来热敷一下，哇，这个好，这热敷，哇，热敷一下，这可以热敷一下，哪边酸痛，哇。刚好这边脖子酸，烫一烫。所以呀、啊。
蛋是一个很好的热敷的，热敷的这个媒介，很热哦，还是很烫的哦。可能是带壳啊，不是化妆的。很烫哦。下面不是有个带壳吗？按摩一下，眼睛热敷一下。眼睛用太多了，但现在太热了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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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好，你想快速吃吗？来，我这一碗水给你咚，对，放在冷水里面就很快了，就快速冷却。很美啊，很美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你没有来吃过这个咸冰棒，你哪知道什么叫咸冰棒？啦啦啦啦啦，教你怎么吃，你千万不要完全打开。吃这冰棒一定是，我教你怎么吃，只要这一边露出来就好。要这样子吃，露出来一边就好了。我知道，哎。哇，那更贵的。一模一样。它就去卖了。它上从你们这经过。对，上到岛上，大陆分水啊。岛上可能不要，厦门岛不要。鼓浪屿要。鼓浪屿要，那这个价。嗯。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要这样拆，有杆子的木棒的放在下面。这样子。对，露出来就。对，划得来。嗯。我的十一只算一只，小，十一只算一只，不止啦，不止算一只啊，不止。尝一尝。嗯。你们尝一下。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嘣嘣嘣嘣。你有吃过吗？海蛎煎，在厦门吗？这是海蛎煎的。没有，它这个海带。所以就为什么叫咸冰棒就是这样。漂亮啊！
闷的，太窄了。这鸟窝在那对面，太好玩了。这鸟窝这样在对面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到底从哪边上去呢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从这边上。也不是，哎，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我上次上过了，忘掉了。是从这个角度走才对。原来从这边走。找到方向，走走走出来了，看鸟窝。这里有一座桥哎。对呀、啊，那个要到小金门的。哦，就是开车就可以了，对，那个有没有看到鸟窝？好多鸟窝，很好玩哦。那鸟窝好好多。哦，这个就是丽猴风虎的窝。哎，好可爱哦。对，怎么会盖在这个地方？没有，那个桥是哇，一堆鸟哎，在那边飞，超多的，哇，超多的，可以哦，来看一下啊，鸟多的在哪里？一堆鸟在那边飞啊飞啊，你看哦，假设金门很多地方都这种，可以看生态的多好。哦，哦，那边还有一大片哦。对啊，一大片在那边飞啊。那边还有一大片、哦。哎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？小片，我没看到那对岸、啊。哎，对岸、啊、还有一片，一整排哎。嗯，过瘾过瘾，可以在这里可以待很久的，看光看鸟就可以看好久。有没有爬到那个？有没有？哇，还蛮大只的鸟哎。没有什么。哎，那鸟还蛮大只的呢。哎，我们在那边看就已经很大了，那到现场看更大只。你们看到？嗯，用这个监视器给你看。哇，那里又一大片，哇，真的一大片。那个像喇叭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喊话器啊，可以去啊，可以去那边喊话器啊。喊话就用嘴巴从那个小洞那边喊，那边就很大声啊。哦，把你这底下有一个喇叭口，哎，然后你喊话，那对面岸就很大声了，就跟你小时候用那个喇叭一样，能听懂吗？好，然后对岸就很大声了，他们就听得。叭叭叭，吃饭了，黄小宝你在哪里？我就用那个喊，黄小宝你在哪里？黄小宝、哦、这个好像迷宫哎，很好玩，每次走都哎，那从哪边走？在这里啊！哦，这里不错哦，这里可以避雨哦。小长城 ，Hello， 妹妹来这边看看鸟更方便，不用再往这里面看，在这边就可以看了。妈妈这边就可以看到了。这里更方便。哇，这更近。这更近呢、啊。这更近。啊，那鸟窝真好玩哦，过瘾过瘾啊！果然这个地方比上面更好玩。更 close。哇，好看好看。哇，手机又出问题了，要重新开机。它那个镜头又出问题了。哎，这些风叫丽猴风虎，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么难喊？丽猴风虎。那么难喊、啊、真的很难喊，我每次都那个翻译过来的哦，难怪丽猴风虎中文直接翻译凑出来的丽猴风虎。小朋友啊，来住这里吧，每天出操。可见当时那个固守这一个三角堡的阿兵哥多无聊。
一个连队就全部包在这里，你看。包。哎，然后就是啊，年轻的长鸡儿准备吃饭啊，然后再唱这个军歌。我们以前当兵就这样，就当到后来很无聊。好，开始，起步走，原地踏步。好，唱完歌，然后好，餐厅集合。哎，这边好大一个窝。对啊，这是那个大型的那个叫做鹤啊，还有那个那鸟窝，对，没错。然后现在被那个喜鹊占用。看到了，你真的看到了。喜鹊现在占用在那边。喜鹊，喜鹊占掉，占据用。占地占。哎呀，那个小金门的桥也。然后八哥了。雀占。雀占。哈哈哈。来你呀！来了，不错不错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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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呀，哦 ，OK， 不错，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我下来尿，我走迷路了。下来了，安全士官守则。啊，哦，等，可以啊，可以到那个喊话器里面去拍照啊。来啊，不要了，那个不要了。可以啊，那人可以进到里面。不会耶，我们都拍过了。来，妹妹来，进来这里面拍照吧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这个是金门特有的景点，在这里喇叭都破掉了。Hello。Hello， 都已经破掉了。噔噔噔，喂 ，Hello， 破掉了。破了。嗯，放久了就厉害哈。这大自然，你铁还是这样把你腐蚀掉。嗯。噔噔，啦啦啦啦。OK。战车，这战车有重新粉刷过了，就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哎，每一台都有重新再喷漆过了。这个都是最近才喷漆的，弄得很漂亮。嗯，这一批这样喷的就很漂亮。走，喷的很漂亮哈。这以前我当兵就是这种战车，嗯，很有感觉。对，那个战车一发动，周围大概100公尺都听得到，很大声的引擎。他跑起来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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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是很好的哎，可以。他那蹄。没有，他有蹄片就不会。所以那个蹄片为什么也很重要？然后这个系统，便利人家租脚踏车，这个用了一年就坏掉了，花了4000万。这个失败的例子，我每次要消遣他们，县政府都花这钱乱花，
浪费。一个租车系统搞成这样，嗯。然后明明你看这个小黄花很厉害哦，海沙它都可以长出来，还可以开花，你看开这么多花，嗯，这种花很厉害哦。专门长在那个沙滩地，厉害哦！这个盐分很浓啊，它一样长出来。小心，但不要翻过去了。厦门就在那边，刚刚他们戏拍完了，对不对？就站在那一个海域那边拍结尾。哎，厦门在那边，然后这是小金门，还在盖，还在盖。盖这么久还没盖好，啊，这个就是因为政党轮替的关系啊。国民党的赚完了，换民进党来赚。不是往前还是回？在那车子就在那边而已。往前。哎，往前，因为要到那边坐。下面走一下，要不然待会中午又要吃饭了。你看，受不了。你都爱吃，没办法吃。嗯，差不多去吃饭，然后去总兵署，然后呢就可以去德业楼。那建工，你看要不要去？来不及，三点的，两点，一点半就到。来得及。十点半。因为我们吃完饭，大概12:30。没有了，要吃那么快，小朋友没有办法给你。好，就算一点吧。然后我们到水头的话，就已经是一点半，还没有到一点半，1:15而已。水头可以绕一绕，然后再送你们到码头。看重点就好了，不然来不及。那建工屿不要去。对，就看总兵署。因为建工屿那边，对，就剩一个。花的时间比较长。看看总兵署就好了。马上就能看到。等等，好吧，剩下一次再来玩。对，留点。要不然全部看光光了。没什么，第二集没有 part two， part one 看完没 part two 了。那你们去吃那个哇，那个炸芋头好吃。噔噔噔，再见。好，跟我来。你看庙多有钱，光一个屋顶可以装饰那么多的那个装饰品，你看，嗯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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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然后这两姐妹平民美食。那个水煎包，哦，很多人就来这边吃一下水煎包。啦啦啦！然后很多那个外配嫁过来越南的，就开越南的小吃店。那我都来这边理个发，一个头200，男生。Hello。所以住这里又很吵。对。很吵。对，非常吵。嗯，然后喜欢喝啤酒的就到晚上就到那边喝啤酒的。
然后那个白狮子是一个老外来这边开了，后来回国去了，他的店就点给人家去经营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喝酒圈。嗯，晚上这边就会有节目啦，有人会来这边表演唱歌啊，弹琴啊。酒吧是吧？哎，露天的。很妙。酒吧一条街。对。晚上也不像一条街，就那一间是不是有专门卖啤酒的、啊？夏天、冬天都有，反正冬天也有。哎、嗯，是有点冷。不喜欢喝酒的哪有差这边？三五好友，他根本不怕冷的。然后我们往这边走。对。然后可以去看一个最漂亮的阿嬷。这好像走迷宫，我刚开始走，哎，我走到哪里要怎么回去了？路都很像，哎，都很像。然后这个双胞胎没开，要不然这也很好吃，现煮的，好吗？哦，好好吃，我们上次有买五送一，好吃，好好吃。哎，乐透2亿哦，台币哦，要等开奖。现场刮的，好像最高是100万的，刮刮乐，那叫刮刮乐。你看这边的店都很小啊，一间一间，小小一间，小小一间，小小。啊，这个已经太旧了，不拆不行了，拆掉了。哎，要不然就会像这种一样，然后要崩掉一样，那没住人的。你看这个就没办法住人了。都已经，看这个地方，大家买这边的房子也贵哦。现在破破烂烂也很贵哦。这家蛋糕也好吃，70块，便宜。我老婆都买比较好的，买更好的，宁可开车半个钟头来回，来回一个钟头就买好一点。然后左手边就是总兵署，去吃完再去总兵署。好多摩托车啊，哎，好吵好吵，真的好吵，好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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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用电动的才对，哎，要用电动的才对，用汽油的好吵，嗯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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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那个贞节牌坊是纪念那个秋梁公，秋梁公就是清朝一个打海盗有功的一个官，所以他妈妈的被皇帝赐一个，哎，所以你看还写圣旨，哎，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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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啊，我们推荐美食是这一间，吃干面，等我们到楼上去吃，点一点。哦，它的干面有大中小，然后可以加
什么炸芋头啊，炸鱼酥啊，炸，然后我先坐吧。我们到楼上坐也可以，这边有位置也可以坐吧。我推荐的是炸芋头，非常好吃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不是广东话，是羹面。这要吃它的羹面啊，这就是羹面。对，你点点，你会点一点。好吧。那有那种卤料一份卤料是吧？也可以去那边买啊。尝试卤蛋油豆腐。它是混合的。混合那混合的一盘，然后炸芋头两份。好。然后你们那个羹面的话，你们就是吃小的。啊。三份吗？你们吃小，我吃中的。我羹面中的。羹面。羹面。然后三个小的。一中三小。一中三小，对。我们坐楼上吧，还是坐这里？坐楼上。我看，看没？楼上有位置，我们坐楼上去。楼上有位置。前进点，这晚上给。好，我们到楼上去坐。前面有圆桌吗？好，去坐圆桌。对，两份芋头。两份芋头。拿一个。三小一大的那个羹面。哎，三小一中啊，三小一中啊，三小一中。上，你看这楼梯，这楼梯够小的吧？厉害吧？这要搬家具上来就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海里面还有，厉害吧？哦，哎，包场，这些是在有名的，是吧？对，我都是听这个什么良心果茶，也是拿着宣传这个东西。有，他在卖那个叫做温体牛。下次再介绍你们去吃那个，因为一份就要300多吧，还是200多。一碗面呢？对，它是温体牛切片的，当时用热水。我买的牛肉干是他家的。对，他们家的主打就是这个。里面坐，那边比较凉。里面那外面那边比较凉快。我先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哇！介绍这一家，现在休息。我们早餐的豆浆，它是烧木材的，就是这一家弄的。有名的是吧？对。问题是现在还可以烧木材。哎，它有地方去找到这种站板啊，所以是烧木材的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油条在哪边做的，也是现在休息。这一家，你看它的对联啊。就知道他是卖什么的。来，念一下来。要面条两组，相亲拥抱。最有意思吧？相亲有报，若有时，面条两股尝尝，美味油条。这个就是油条的公司就从这边出来的。他要休息，有一半的金门人就吃不到，不是金城镇的吃不到油条。他要出那个双胞胎，不就两家在炸？对，另外一家在那边。
然后这一条街，我当兵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，你看三十几年了这样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模范街老街。哦，这个是保留下来很完整的砖墙的。然后这一家是三代祖传的这个做豆花店的，这也是之前我常来吃的。我另外一个是，来靠边的，那这是专门卖烧饼的啊，然后这个卖蛋卷啊，还加咖啡的，直接做蛋卷的。摩安街本来是郑成功训练陆军的面校场，从郑成功时代就有的，明末就有的。你看这个砖块房子耐这么久。好，它被重建过了，要不然我想说哪有明朝哪有砖块。对，它是商会会长傅希奇先生。所以是重建过了，他以前这个地方是郑成功训练部队用的。这里啊。然后那总兵署啊，所以才会有总兵署啊。然后一定要介绍那棵树，那棵树是木棉树，全金门最大的，上面有鸟窝啊。那棵树还好有保护，这一次台湾没有被它弄掉。那棵树有超过百年了，一定要去看，它种在总兵署的后面。然后喜欢吃冰的，我就会推荐这一间。吃完冰了，饭也不用吃了。这个料那么多，50块。台湾人很喜欢吃冰哈。对，尤其是芒果冰，像这种台湾的最畅销的芒果冰。我们也爱吃芒果。是啊。就是如果做成冰的，还是避之为。对，吃太多了，你就受不了了。受不了。因为到感冒的时候就体质的问题，对。体现的太明显了。体质又出现了。我们刚刚是从那一条走，我们现在是从这边来，绕了个圈呢。对。你要车走旁边。还有卡丁车。这个不叫卡丁车。不叫卡丁车。这是，这不叫卡丁车，这是那个老人专用车。我那个才是卡丁车。噔噔噔！来了，总兵署。好香哦！来了，总兵署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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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带你们去看地牢。这个酒醉驾车的应该都要关去抓去看。不能踩吗？哎。嗯，他想长高一点呢、啊。嗯，他摔倒的话就很惨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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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走去看地牢。嗯，那个不喜欢吃饭的都要抓去关地牢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本来是一棵，就是那一棵榕树，那棵榕树是比这一棵还大的榕树，被台风连根拔起，结果现在换种这一棵这么小一棵。啊？不会。本来是比那棵还大的榕树哦，我们在这边乘凉哦，太阳都不会晒到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比那棵还大的榕树都被吹垮了，然后把它锯断。他看那个看位置，哎，这么没有挡遮挡，那边有的遮挡，真的，整个那么大哦，这个整片都遮阴遮到这边来哦，整个榕树不见了，对，可以遮。对，那一部分留着。你看那么大的一棵榕树不见了，原来记得了，这个用大的换小的，换这么小一根，哇，差好多。那一棵树大概有这一棵榕树的两倍大，结果还是被台风吹掉了，一次就搞定了，去年就把它换掉，改朝换代。这个，哦，房间还可以。嗯，这边还有。衙门。衙门。衙门对。那也都是摆乱七八糟了吧？对。这个样子的。对。装饰乱七八糟。是啊，我真的是衙门哦，但这都磨石子的，以前那可能磨石子，不可能。哎。但这个空间是他。哎，请勿拍击桌面，可以坐，但是不要拍桌子啊。以前还可以坐呢，本来我们那时候都可以来这边。哎，哎，升堂。现在被谁搞成的？本来可以坐的，现在变成不能坐，就少了趣味性。升堂，哎，谁那个借钱没还的？快点。不是我。哎，什么冤情的？赶快。那个还有毛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像。你看啊，哎，他那胡子哦、喔，还有、喔，你要注意看，你要上来看，那胡子真是像，太像了。你看胡子像不像？像哦，像真人的胡子，蜡像啊，这个是。嗯，哇，这太像。这个我不在的时候，哎，由他当权啊。嗯。啊，待会每个人赏十大板来。这个币可以动，这个打完之后领200块人民币啊！我知道，那不要动，那蜡像待会弄坏了。哎，你们要去看他的胡，你们要去看他的胡须，要看胡须才准。你去给他动。来，我们带你去看地牢。我带你去看地牢，走。有没有那个胡须很像吧？今天没有刮胡子的人。来吧，我们到地牢去。这个没来过地牢，不叫来过总兵署。地牢。对。来，请跟着我来，看一下谁被关在里头。真的有地牢啊，真的。我常来啊，我常来，但我不是被关的。我常来。这个都是以前在夹犯人用的，人头手臂。你看，关在这里面的，这个哦，已经关这么久，还说他没罪，说那个事情不是他干的。
这不是我干的啦，我是冤枉的，到现在还在讲他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啊。这个胡子也像啊，你看啊，都很像啊、哦。然后请勿碰触，那手都被人家弄断了，你看不见了灯，好玩哦。我跟你讲，锁起来是像这样，被绑起来是这样。你以后不吃饭就把你这样铐起来，我拿一副给你妈妈带在家里，不吃饭铐起来。我这个也很像哦，都很像哦，太像了。那个胡子真是超像的，我应该吹牛说那个胡子还会长出来，然后很多人就会相信，对不对？我想哦，这个胡子自己会长出来哦。哎、欸，要放这种新闻出去的话，哎、欸，那个观光会增加一倍，很多人为了看他胡子有没有长出来。所以要放一点假消息。我想现在台湾被假消息打得鼻青眼肿了。听说，中国有一批这个网军专门就是修理台湾用假新闻。嗯、而且还成效很好的。哦，皇帝之宝，赦命之宝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今天想不吃饭，你就要用这个盖一个章，说妈妈，我今天皇帝叫我不要吃饭，对不对？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千万不要吃饭。我不认识皇帝。你千万不要吃饭哦。我不认识皇帝。我知道你是反过来的啊，你千万不要吃饭哦。好，我们去看那个木棉树，看完就可以回去了。木棉树，木棉，那个木棉树有多大一只你就知道，很棒的木棉树。那一棵树你花多少钱，他县政府都不会卖给你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然后这个是衙门的后宫，哎，他们那个老爷啊住的地方，哎，看一下，老爷住这里，嗯，又有轿子，这里也有轿子，哎，不错，哎，可以啊，嗯、啊，命不错哎，以前当官的命可真好哎，谁住这里？哎呦，我把你这两个老爷是在那边泡茶，你看多好啊，哎，哇，你看那个鸟啊。把那个木棉树的那个拿去当窝。总兵署就是那个啦，就是当官的，反正就是来这边住啊。好，这里一定要来参观。这里没来看，真的好可惜啊。这里有个考题又出来了。啊，考你什么？那个木头是做什么用的？考题。木头。哎，猜猜看，这根木头横在那里，这是做啥用的？啊，我来问，妹妹，那个木头是做什么用的？跟吃有关的。考你妈妈，你问你妈妈，那个跟吃有关的，那木头做什么用的？猜猜看，那根木头跟什么有用？哎，我别坐那。跟吃有关的，这个吗？哎，这不是船哦。我知道了。什么的？上面还有一个东西。哎。它除了这个，上面还有一个踩的。哎。滚轮一样的滚。哦，滚轮一样的。嗯。哦。然后这是做那个糯米的。糯米的、哦嗯。确定吗？要不要换一个答案？不要。哎，那您错了，这个是榨油用的。榨油。所以它这个是把油放在这里，然后两端一挤压，油倒出来的。妈妈答错了，没关系。榨那个我们的那个油出来，花生油或者芝麻油用这个榨油用的。我们老家就有这种，就人在那里，哦、然后脚伸了一直。我知道，用滚的那是叫做，粘那个东西的，是汗中药的药材。这棵树一定要知道。这棵树就木棉树。那些木棉花开完之后掉在屋顶上的，就变成这样。抱不起来，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，啊哦、不能进去，哎，不能进去，以前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哦，我那时候都可以，是不是都抱不起来？哎，哎，不能进去，不行。干嘛呀？然后你看了后面这个啊、哦，石头，这是干嘛的？不知道。哎，那个是。我看到。有一些
哎，都是在跟这个跟这榨油有关的，石头就是在碾压，哎，那个都古董，真的都古董。那个石轮有没有石磨石轮呢、啊？所以啊，金门有很多这种宝，这真是宝。哦，他们那个木棉花一开啊，你知道一烧起来是，哇，这么多的木棉花、啊，你看这个树真厉害啊。他一结花，那个工作人员要扫两大桶，然后那个香港人会知道用木棉花去做煲，那个做煲汤，厉害。煲汤，哎，煲汤，你要从这边拍，我跟你讲，拍这个，要从这边，从这边拍，对，从这边拍才会漂亮，从这边拍才会漂亮。绝对好看的，因为我常来这边拍，这样子整体，你看他结那个一颗颗果子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那个果实，很像芒果的那个，啊，那开完花之后结那种果，你看啊、哦，然后那个果一打开，就是棉花就出来了，然后整个都变白白的，就开始要扫棉花，哎，那个果实哦，打开就变棉花了。所以木棉就这样来，木头棉啊，然后我拿了棉籽回去种，没种起来。它每一颗棉的籽，那个就是种子。它掉来给它绑住。这不绑会断。它这个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个台风一来啊、哦，这个很容易这个干枝啊、哦、受不了，会断掉。嗯。棉花。对，白色。对，所以我要等它。我要等它结棉花仔，我要来拿一些棉仔去播种，看能不能多种一些。耶，上完课了 ，OK， 回去车子了。当当当当当。然后晚上它的灯会打灯，所以晚上就拍夜景，很漂亮。这个灯哦，你拍这个，啊，说晚上来又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。然后这边有放一些兵器，哎，告诉你，啊，古代的人，清代的兵器是什么样的，收集在这里，还有蛮多花样的。你看有这么多花样，为了打战的这么多花样。还要研究这些武器好不好用哦。啊、哦，真的哈、哦，哎呦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小小的，你看，还有这一种，这个好像牛角的，你看，都是为了要打战用的，超好玩的。以前人就很喜欢打战的、哦。哇，这木头这么重。对呀、啊，可见呢、啊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打打杀杀。自古以来中，哎，厕所在那边 ，Hello。那边那到底的对面，可能要一会儿，哎，要一会儿，哎，好。哎，我们来这边看这个船。中国人会坐船，船怎么做出来？你看，船是这样的，船是木头可以这样做出来的。人家坐地板啊，你妈妈要洗衣服了，是吧？那边有椅子的，那边有椅子，来，我带你来，你要坐的，到底坐椅子。来坐一次的，吃饱了要走一走了，才不会撑在肚子里。啊，那边有椅子可以坐，才不会累。这边椅子一堆，你看，这边有椅子可以坐，当当当。这边有椅子可以坐，当当。来吧，再来推吧，谁怕谁？妈妈不行。啊，再来吧。你跟阿伯推，推了之后他又很好睡。就是老人家太宠你了，都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他就很没礼貌，这样就对了。再来一次，重播。我所有的都有录影存证。为什么？他是自己跌倒的。他是他是没有人帮他摔倒。他是摔到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个爷爷不讲信用吧？那个跳下去对我。哦。不讲信用，哎，没电了，哎呦妈呀，那不是没有录到，浪费时间，怎么整？对，有没有？有在录啊。
有吗？我都觉得没有亮啊，有亮有亮吗？看有没有亮。有了，我有了。哎呀，真的有亮哎！哎呀，好不小心呐、啊，怎么亮起来了？不应该亮的，怎么亮起来了？怎么搞的？我把它关掉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啊，不要关哈，说要关。要关。要关，要关还是不要关？我现在搞不懂，到底要还是不要？不要关就是要。不要就是要关。对。啊，你是要还是不要？你不要，不要就是要啊！对呀、啊，啊对啊，就是要。关了。哎、欸、哦哦，要关了、哦啊，还是哦要开？我就搞成要开。哦。要关。哦要关，好，换个角度啊，我拍美女啊。别拍我拍美女。美女，美女在哪里？美女，美女来这边，这路到了。你要拍我吗？好啊，你也是美女啊，不是吗？你不是美女？是啊，对不对？欸好可爱的美女，嗯、啊，吓死我了！没关系，待会哦，关掉。水早一点讲就会接呢。小黑文的那个就很好用。问他，他没说。嗯。我问他需不需要带东西，他没说。都没说。我现在来，那现在来不及了。拜拜。不用。这有窍门的。真的是有窍门的。拿了，有窍门的。哎呀。哦哦，蛮窄。跟进口不一样哦。不一样了。嗯。坑，来我来弄，大力一推就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小心，哎，好，一二三，哎，从这边斜道，斜坡上，哎，这边，这一边，这一边，等你哦。黄小宝说等你哦，谢谢，欢迎你们再来玩，谢谢啊，嗯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拜拜啊，妹妹，我用微信给你哦，微信给你哦，拜拜，拜拜。微信给你哟、哦，哎呀喂呀，小宝啊，小宝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哪里呢？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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